各位乡亲，请咱大家同心祈求上帝的怜悯，特别赐阮和受难的灾民，让因会当赶紧得到拯救，有温暖的所在徛起。莫拉克风台虽然可怕，人人勇敢拯救灾区，台湾人搁较勇敢。咱伫国外的台湾人，嘛来参与伫长期的救灾运动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台湾加油！上帝祝福您。